为清道，这件事也不是你我能解决得了的，最好的办法便是找到克服借力之法，然后让天武界的强者都过来，一起去古域灭了那人。克服借力哪有这般容易？李云霄摇了摇头，现在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炼化那些世界魔，亦或者造出鲁聪子那样的铠甲，但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得到的。维清叹道，所以这事也急不来，还有一种可行之法。他的眼里寒光一闪，盯着李毅冷冷地说道，便是将李毅给杀了，这样那人就无法聚齐六具分身了。李毅吓了一跳，急忙退开，惊怒道，你们不能杀我，只要我一死，那人必然会直接破空而来，杀了你们的。维清冷哼了一声，这倒也是，若是李毅一死，那人必然会有所感应，处在魔界之内，我们想逃怕也是很难。李云霄点了点头，斜睨着李毅狞笑道，杀不杀可以再考虑，先把他抓起来镇压在界神碑内，界神碑有天武界界力压制，那人就感应不到了。维清眸子一弯，喜道，果然是个好办法呀。李毅大怒，吼道，若是抓了我，元俊这些人还有圣使也会找你们拼命的。他正要挣扎，却发现两股极强的力量直接镇压住了他，根本无法动弹，一下惊恐起来，想要大声呼救，可四周全都被下了禁制，怎么喊也没人听见。李云霄冷笑道，跟着我走，兴许还能活命，留在古域的话，那就是必死无疑了。漫天雷电随着他一掌落下，将李毅全身锁住，直接拖入了界神碑里。维清道，即便不杀，也可以将其修为废去，这样即便那魔手得到了他，也已经没用了。李云霄道，那待我们回到天武界再说吧，现在动李毅的话，怕被那人感应到，现在我们怎么跟元俊这些人交代呢？哼，需要交代吗？若是他们不服，就让他们服好了。维清冷冷一笑，满脸的不屑。李云霄道，千万别小觑了这些元俊的高手，那三大部的部族长出手的话，你我还真未必能走得掉，加上还有两位圣使跟其他那些魔族。维清道，别忘了我们还有蝎大人，况且本座的宝瓶内也还有不少杀戮兵器可以用。李云霄皱眉道，你那些东西虽然强横，却未尝不是两界之战中的力量，尽可能的避开他们的冲突吧，待你我将结界一撤，便以最快的速度往中央大殿冲去。好。维清应了一声，便开始收起打入四方的小旗。李云霄也将所有剑撤去，漫天的雷光结界也一下崩散为紫色光点，一闪湮灭。两个人瞬间就化作魔光冲走，往中央大殿而去。在外部守护的元俊众人皆是有些不安，不时地用目光打量中间。两名圣使更是凌空而立，远远地盯着这边，一眨不眨，唯恐出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不好交代。直至雷光结界破开，两道黑芒顿空而起，众人这才猛然惊觉，其中一人大喝道，留下！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两名圣使心头一紧，便立即直追过去。外围的元俊强者也纷纷反应过来，不好，他们抓了易少爷，快追！一群人立即发足狂奔，往那几道遁光而去。但无奈的是，前面几人遁速都太快，不过眨眼间就连尾光都看不见了。
但能够进入浮屠走廊的无疑不是强者，顺着那强大的魔力波动继续往前而去。站住！你们敢劫持易少爷，当真是不要命了！你们可知易少爷的身份？两名圣使在背后大喊起来，都是一阵心惊。前方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以他们的实力追了好一阵还没能追上。李云霄冷笑道，正因为知道这才抓的，我劝你们还是站住的好，若是追过来了，我们便将易少爷直接杀了，到时候看你们怎么跟魔首交代。两名圣使皆是一愣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若是真的发生了这事，那他们两人也就不用活了。你敢？快站住！但两人转念一想，如果易少爷被劫走了，他们依然没有活命的希望，而对方既然是劫持人质，多半也会投鼠忌器，不敢真杀。想通之后，也知道没有后路可走，于是追得更猛起来。韦青肩上再次开出魔花，画出蝎的头颅，紧紧地盯着前方的中央主殿，沉声说道，最好在进主殿之前能解决身后的麻烦，因为主殿四周最容易聚集魔物，并且成为守护一般的存在，如果被那些东西盯上就麻烦了，将会前后受敌。韦青皱眉道，怎么办？他望着李云霄，似乎在征求意见。李云霄说道，既然是守护魔物，那应该是无差别攻击的，我们现在停下来才是真的麻烦了。那两名圣使的实力似乎还在我预估之上，若是他们加上援军之人，我们很难匹敌，现在或许可以借助这些守护的力量来对付他们。蝎眉头一挑，想法是很好，但现实很惨淡，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玩火自焚了。李云霄微微一笑，试试吧，反正无路可走了。两个人立即加快了速度往那大殿冲去。前方立即浮现出一座宏伟的宫殿来，通体呈现出灰白色，墙壁保持得很完整，只依稀可见皲裂的痕迹，显得古老而神秘，经历过无数岁月的雕琢。在大殿的正前方，一座巨大的石像凌空而立，左手放在腰间的佩剑上，右手与身前掐诀，眸子半开半合，一片混沌之色。那是？李云霄惊道，神态竟然如此惟妙惟肖。蝎说道，谁也不知道此人是谁，但都猜测应该是此圣魔殿的主人吧。李云霄道，多半是了。盾光直接落在那雕像前，仅仅是瞻仰了一眼，便再次往殿内遁去。休走！两名圣使紧追不舍，也直接穿过那雕像狂追而来。蝎突然目光往四周一转，喝道，小心！一道凌厉的魔光从殿内激射而出，直直射向两人。两个人自然不会被这种攻击伤着，皆是凌空一闪就躲了过去。那攻击却在空中一旋，好似有意识一般，继续激射向两名圣使。其中一人脸色一沉，原本心中就无比的郁闷和愤怒，此刻所有情绪都倾泻在掌内，猛地击了出去。砰！那道黑芒被圣使一掌劈中，当即爆开，化作一团魔气烟消云散。顷刻间，大殿内再次射出上百道魔光，好像被一张大口喷了出来似的，如雨点一般洒向四人。怎么回事？李云霄一挥手，顿时一片温和的光芒亮起，在身周旋转不停，最后化作铠甲，轻柔地盖在身上。那些魔光射在其上就散去，无法击破，正是从月部得来的玄光镜。韦青更是冷哼了一声，抬起手来，阴阳二气瓶缓缓升起，
方圆十丈内都变得恍惚起来，所有攻击尽数被瓶子吸了进去。反倒是那两名圣使实力不弱，却只能以暴怒的拳掌击出，将那如雨的魔光击碎，周身一片狼藉。两位圣使大人，我来助你们。我们也来了。身后传来飞等人的声音，一个个皆是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。不好，是谁触动了大殿的守护大阵？就在元俊等人陆续过来的时候，还有其他冰域的强者也分踏而来，看着那漫天魔光如雨击来，脸色皆是难看起来。那一波魔光射出后，大殿上开始浮现出恍惚的光芒，不时有各种形状的魔族从里面溢出来。那些魔族种类繁多，五花八门，不乏众人没有见过的，但从气势上看，无一例外都十分强大。李云霄和维清收起宝镜和宝瓶，一个转身就在大殿前某处立着，一边看着大殿的变化，一边警惕元俊之人。由于人数不断聚集过来，即便是元俊诸部也不想太过引人注意，都是悄然地将李云霄和维清包围起来，并没有立即出手攻击。两位圣使脸色十分难看，其中一人寒声说道：易少爷呢？李云霄嘿嘿一笑：若我说死了，两位有何感想？该死！那名圣使震怒之下再也难以忍住，抱起身躯凌空结出一掌，猛地拍击而来，气浪如海，半壁天空都发出轰隆之声，仿佛塌陷下来一般。李云霄原地未动，只是腰臂一扭，五指虚握下，方圆数十丈内的魔气都狂涌而来，同样是一掌迎了上去。砰！双掌相击之下，恐怖的灵压散开，大殿都为之颤抖起来。李云霄忍不住连退了数步，才稳住身躯，而那名圣使更是被击飞了出去，落地之时被同伴扶住，这才把反震之力卸去。两个人一下交手，立即让四周的人震惊起来，特别是飞部之人全都是面色大变。圣使有多强的实力，他们都能窥视一二，心中多少有数，而眼前这名男子实力竟还在那圣使之上。瑶也是脸色发白，那心中的恨意骤然退散，惊惧起来。